这是合同，看一下。还有这是钥匙，拿好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麻烦了。张扬，你这是租房？嗯，对啊，有事吗？我研究了一下周周写的 rap 歌词，感觉可以和芭蕾舞那段整合一下。好啊。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嗯，不着急。 喂，妈，你不用说了，他不同意也没用。我在宿舍太影响同学休息，所以这学期还是会搬出去一段时间，所有的费用我自己承担，不用你们管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在校庆宣传名单上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，你最近应该压力挺大的吧？ 我们会排练听研究舞蹈吧？手，这样，对，然后手慢慢这样打开，然后。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嗯。 快要开始训练了，等休息的时候再去。要不你先去吧，我和张扬重排了队形，今天肯定会练到很晚。嗯。集合了，集合，集合，集合。好，集合。 昨天晚上，银辉想了一个新的芭蕾舞片段，非常精彩。为了做一个凸显，我们的队形可能需要变一下。沈银辉，你来说吧。嗯。周周，你去那边，然后你到那边去。OK， 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。 周继忙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动作都跳错，你能不能认真点？大家先休息10分钟。好。周继忙，你连最后一个定点动作都不记得，还要去休息吗？我记得，只不过刚刚慌了一时就忘了。那是慌吗？ 那是心不在焉，你像模像样的早早来练习，都练了些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会毁掉整段舞蹈？跳舞是很认真的事儿，你到底把舞蹈当什么？把大家当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要听的不是对不起，我要看的是态度。你这种态度，太让我失望了。 是吧？我没事。周周，要是实在挺不住就别跳了。张扬他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才这样的。是因为校庆选拔的事吗？嗯，他爸爸好像受到校长的邀请，要来参加咱们的晚会，所以他挺紧张的。 校长为什么要请他爸爸啊？他爸爸好像是什么厉害的商人，经常赞助各种活动。你们已经这么熟了，你不知道？嗯，不太清楚。不过也对，我们不熟，应该不熟。知道的人确实不多。 我先走了。周周，你去哪儿啊？小芒果。
周锦王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拍的还没结束呢。你快去排练吧，我不耽误你们了。那你不打算参加表演了吗？张扬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我们俩之前在一个舞蹈教室练舞，他对所有人都一样的，跳舞的时候非常严格。还是算了吧。你来跳舞，不是因为喜欢，是因为张扬吧？ 你走，也不是怕耽误大家，是因为张扬对你的态度，他对所有人都一样，并没有对你特殊照顾，所以你受不了了，对吗？嗯。